对了，我跟介绍一下吧，这位呢，她是我的。你好，我是童瑶，房中仪的老婆。好好的土鸡不做，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运气挺好，可惜你没这个命。 我这样会不会耽误你的来访者上门啊？不会，我暂停几天。为什么？我太累了，想回我妈那儿休息几天。这几天你也好好休息啊。 你也是被骗的，要骂也骂那个渣男。可是我还是好难受。行，那咱们分析一下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让你这么难受？你喜欢他什么？他哪儿好？对我好。还有吗？有钱。行，他对你的好是唯一的吗？你能保证他永远对你好吗？ 他的钱是你的吗？他花的钱你自己没有吗？所以难过个屁呀！去他的渣男！去他的渣男！去他的渣男！